背起书包，慈济乖乖小学堂开课。话剧中的学生已满头白发，演出时还得看小抄背台词，但这些都是小时候的记忆。长辈仿佛坐上时光机，重温童年的嬉闹。慈济小港长照系据点经历疫情停课，重新复课后，长辈更加珍惜上课时光。大家都有尴尬到啦吼，啊，大家是一个快乐的天堂。疫情停课期间，老师们依然定期透过视讯教画画，长辈的学习没中断。在家慢慢摸索，我想说把我的基础画好。以后你要发挥，才有那个，你有很多的那个 idea 可以自己去创造。一幅幅素描与缠绕画，证明停课期间日子不空过。复课了，也把握每个共同成长的机会，和据点好友们寻找银发生活的欢乐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。